没有，因为它下面这个比较浅。那如果你们要拌的话，会变成这个，会变成这个菜会跑出来。所以你就是后面另外这边还比较宽，所以把它倒过来，然后全部摆。再打开，然后再拌一拌，因为它现在比较深，这样你们比较好拌。好啦。